平時大家搭飛機去旅行最驚咧就係瞓唔著嚇，瞓得唔好嗰啲。相機三寶有啲咩咧？即刻就同大家睇下。第一個法寶就係頸枕。平時大家長途旅行又好，短途機又好，都有機會瞓覺。這個 Cabrio Evolution Pillow 最特別的地方咧，就係佢有兩層啦，加上用記憶棉，瞓得耐、挨得耐咧，遷就曬你頸型之餘，仲有個索帶呢個位。咁變相咧，大家咧就可以無論向後瞓、向前瞓咧，都唔會揈咧條頸同埋個頸枕啦。第二款就是 Laudus 的熱溫眼罩，大家平時睡醒，尤其是女士睡醒隻眼腫，大家就很不喜歡的。熱溫眼罩戴著來睡，除了放鬆隻眼的疲勞之外，它還是 USB 充電，帶去旅行普通尿袋都可以充到電的。而且這個呢還是碎花款，適合女士用。大家平時上機用飛機上面的耳塞啊或者耳罩聽歌就不太舒服，可以用自己耳機當然最好啦。俾個小貼士大家，而家其實只需要買一個很細個嘅呢啲飛機型轉插口，將你3.5mm 嘅有線耳機插翻呢個窿，咁然後咧呢個兩粒咧駁翻喺飛機耳嗰個位咧，咁就可以用你自己嘅專用耳機享受飛機上面嘅影音娛樂啦。